你怎么给我衣服穿上了呢？这在家穿着舒服啊，这什么都不用穿了。就穿这一个，啊，那不着凉啊？不着凉啊。还扎个高马尾，这是要干啥？我们一会儿要洗澡，扎头方便。你确定你是要洗澡去，对吧？你怎么扎头发问那么多？就是挺感兴趣的。你喜欢看我扎马尾啊？还行吧，一般，一点点。只有一点点吗？啊，就一点点。我还想，如果你喜欢的话，以后在家多长。真的假的？此话当真吗？真的。真的。那挺好，那太好了。那你喜不喜欢？喜欢，喜欢。我现在有点忍不住了，你能转过来吗？啊，掉头发吗？不是，我没时间，我就是手痒痒，我想怎么来一下。喜欢这样。啊，手感。你等一下。怎么？我给你夹了两个，什么意思？你不喜欢转吗？你转吧。哎，别这样，不是。你转。